术中塑造人物的一种特技，是揭示剧中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浪漫主义手法，更是世代流传下来的民间艺术瑰宝。接下来请欣赏杂技变脸。五千年沧海桑田，历史沉淀着岁月芳香，将历史的烛火点燃，今夜我们将远古的诗行再次唤醒，共吟那中华颂歌。 Next we'll have a man and woman sing a series of classic folk songs. Let's enjoy the songs. 请欣赏。
some ease? I don't know. 我可以教你，你应该说。Okay. 他们怎么来追你？我是来追你。We try it, okay? Okay. 没有人怎么知道来追吗？没有人怎么知道吗？你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苗族男孩女孩他们是怎么谈恋爱的吗？哦，这个不太清楚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苗族女孩子个个都是心灵手巧，能歌善舞。我们会把自己亲手制作的花带送给他们的心仪的男孩子。哦，真的吗？当然了。我可以收到吗？你可不可以收到？那就叫我。在哪里？他们